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正在洗网当中啊，把网洗一下，打鱼打的太多了，网的粘性太多，把它洗一下，清洗干净啊，准备下网了，今天晚上继续干啊。看这网，这个网是10米高的啊，10米高的。哎呀，还是没清洗太干净，还是没清洗太干净呀。再重新清洗一遍啊，预备工作必须做好啊，必须摘得干净，清洗干净啊。看看兄弟们，这个渔网正在打包当中啊，打包下啊，因为这个网的长度太长了，不太好搞啊，打包。打包下网啊。搞一下子。这10米高的网干到里边。干到水库里边啊，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啊，咱们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啊。今天晚上上货，更新视频啊，晚上就去干。板板重重的啊，搞完板板重重的。这是300米网，这是300米网啊，总共下上500米网，这是300米打包。